来，今仔臭豆腐怎样？要煮什么好料的？虎斑虾。大只虎斑虾来。那个盐先放下去。对。这个跟煮泰国虾一样，我们先来看什么叫做大只虎斑虾。你拿出来我看一下。你用买才一千了。嗯。哦，妈，这真的很大只呢。来，你这样抓来看一幕，我来看一下。你来给我看。哦，真的有够大只。你们就看这啊，两眼无神呢。这应该是大只海蟹哦。嘿啦，海凶海蟹。嘿，这海蟹啦。妈，这够有人够有比这个大只啊？有，更大只。这后边这哪一支手？哦，这头前的手啦。嘿啦。嘿，好来，你甲看咧。好来，你爱爱爱洗洗嘛？这要加无？什么？这要加无？还是免加？免加啦，安尼煮就好啊。来，你洗。我想要甲牛看几公分呢？我甲牛坐好啊。然后用这个尺把它量一下，这个虎斑虾看它多大只。这个我先固定好，因为我这一只尺怪怪的。后来。太短了，我再用几等的。来看多长。够咧。够咧，好。多少？到这三只。无啦，你看买啦，我看卖。25公分啦。嘿。哦，25公分的虎斑虾。但我感觉这种的冷冻啊久，唔知好食无。袂歹食啦吼，伊毋知伤软无？袂啦。袂啦吼，罔食啦，莫紧啦吼。出外人食一下止腰咧。来哦。好，来放进去。大只哦。这若餐厅，这若讲列入一个明星啊呀。安尼小啦，安尼一千我甲小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安尼一千小。我就甲讲啦，一千袂啦，你说。直接转到尾啊，直接转到尾都拍过就好啦，系啊。真惨呢，那你这个还去有规定呢？我来量迄个尺寸，伊这个嘿拖出来，伊这无用啦，这支钢条真烂，好，放起来。缩起来，好来，来看一下那个虎斑虾，你看那么长，你看惊到呢，这大只吃了敢冻会掉？你看这个卷尺用没几次，它就完全没有办法收，这个做的东西很烂了。啊，这个砍了不？哎嘛，你看白龙雪的手，它就这样子，好。虎斑虾，未杀，啊！这砍这要多久？这哦，这爱看伊。你敢无透明的迄种挂好砍？砍要透明的迄啦。透明伤细，啊！无你原底是砍啥物？大顶啊，爱细者哦。我臭豆腐怎啊今仔穿安尼看较少年呢？你讲去倒个去新竹耍个哦？苗栗嘛。这个我游泳回来再来吃刚刚好。好，来7:50，你讲差不多几分？10分钟敢会伤久？袂。大概抓到8点，我们去开锅。来8点了，来臭豆腐嘛，我们把它打开。你讲爱个拍几落嘞？哦，拍几冰冰嘞？好，来。哦对，爱个冰冰。他再把它翻边之后，这样它那个虾头才会熟。但我感觉种虾头，我看可能肉嘛无济，因为伊毋是像泰国虾安尼啊。会走汤吼，啊汤嘛是买遐苏打吼。什么边起个就好啊。嘿，好啊好啊，都大概换一下姿势。即碗即个出成人板刀有无？迄个啥，都一刀，规个若无拢写了出济有无？都一刀内底拄啊十只，类似那一种尺寸吼。大只海，豆花这种食到我唔知肉较嫩，应该袂啦。好，还佫通烤袂？啊，即马就是爱用那个小火让它慢慢炖，是不是？
我唔茫开伤手，哎，即摆开较济了，对吧？伊迄个锁袂打，哎，锁个打了，对吧？啊，尾还阁等偌久？差不多好偌久？五点。阁五分了，即摆八点啦。再等个五六分，八点十分再来开，十分钟到了。那个臭头今晚说，先把他那个火关掉，让他再闷烧一些时间。我都冻袂掉，这想要甲偷开的呢。来，先不要吵。啊，会使，会使，可以的啦。这样不用闷就可以吃的啦。要让他闷一下应该会比较好，火较大许个。你看伊他的蛋白质都出来了，吼，有一种板豆的感觉呢，惊到。再焖个三分钟，啪！三分钟过了，焖烧完毕。吼、哦，真正来看真好吃呢。吼、哦，你来看一下。哦，这一只真的有够粗的，惊到！这我刚才没想要捏起来，要不然它在里面可能会太咸。我先把它夹出来。来，我们先把它夹出来，它才不会那个咸。那个咸汁哦，一直把它吸进去，较袂伤咸呢。但是我感觉伊这煮起来小块倒揪了，唔知那个17.5的，哇，稍微有倒揪的那个迹象，但是应该是还好了。啊，等一下白龙雪要等它冷一点再来吃，就要先夹出来，要不然它真的会太咸呢。太咸就是台语讲的伤咸哦，它那个咸汁它会吸进去耶。看不到这个盘子太小呢。啊，这个虾头好像不太熟呢。哎呦，这并无啥熟，这一只还要再把它烫一下。哎呀，哦，这一只再焖一下好了。反正就这样就算煮好了。妈，这只爱煮，因为这只。伊这有无？一瓶才无熟，你有看？嘿，好来，甲放咧。好来，再把它打开。安尼就是，你啊，这用快火来熟的。好，来，好啦，等一下就要开始吃啦，来分装了。啊，白龙雪这个吃东西的废片，就有兴趣的看，啊，没有兴趣的也欢迎你来看，因为那个。吃喝玩乐是人生必备的，啊，这现在是用那个啥，用那个比较快的那个火下去熟，它应该是还 OK 的，差不多啊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让它焖一下，焖啊，水 OK， 这个再熟真的非常的快，不错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好，这样就好了。水哦，来，捏到我臭豆浆嘛，那个厨师吃一下，臭豆浆嘛，你今天来当第一炮，好，多谢你，应该较袂晓烧啊，哦，真大只，真赞哦，臭豆浆嘛，赞咯，迄头呢嘛是黑头，嘛算真清气呢哦，你身躯先食看嘛，即先来用掉，你敢要用滴？不用啦，手就好啦。啊，那中老黑筋来处理掉一下哦。嗯。嘿啊。但我这海鲜不知道到底冰多久吼。安尼算算新鲜啊，无新鲜，你感觉？我感觉安尼袂会使啊。伊有个同学讲，迄个啥，伊有先冷冻啊啥，因为当时啊有一个退冰的过程，讲若无会白乎乎。迄我之前捌甲我讲，我袂记安尼用啊。真紧。嘿，好，无紧。嚯，真赞呢！因为白龙雪等下要游泳。我游泳等下要吃，我先给臭豆浆先吃看看，吼、哦，来哦，形容一下口感的哦，啊，嘿，从嘴巴送进去，嗯，真脆，真脆哦，来、嗯、我看，哎、欸，因为我看黑吧，安尼算有水呢，嗯，漂亮漂亮，把这个闪光灯关掉，这样它才能拍出来，它不会太白。哦，真赞！我刚听到你食迄种迄啥，足脆足脆的感觉，就知道这个它的弹性真的是不错。我来翕一下特写。哎、欸，伊嘛无啥物黑筋呢？无。吼、哦。嗯。哎呦。来。好吃。
好，谢谢。等我游泳回来再换我吃。好。来，白龙学去游泳回来了，要来开始吃这个大虾了。嚯，这真正有够赞的，真香呢！赶快来鼓料什么肉末？哦，我觉得这个人可以健康这样吃虾，真的非常的幸福，你们怎样？赶快来鼓料末啊！啊，但我感觉这奇怪哦，无什么虾筋呢，伊虾筋看嘛袂讲安尼足乌的呢。叫种海蟹看真怪小诶，怪小就是奇怪的骚，嘿啊，来哦，赶快去鼓哦，阮搁要换姿势哦，吼、哦，两只我拢先甲背背，等下着我嘴嘴把它送进去好诶，啊，然后这个就是第一视角，这样拍看起来比较爽。我的笋看敢有影无虾筋呢，奇怪，诶，它真的那个没有虾根呢。它虾根很干净呢，好，有真扎实哦，比比会惊。先甲放下，等下两只要直接从嘴巴送进去。哦，哦，哦，这根本就是小龙虾嘛。它这个是应该已经是明虾等级的。哦，哦，好，等下要叫我美麻吉助理帮我翕一下，因为美麻吉助理他刚刚两只他已经吃完了。这出的名叫白虾壳，哦，好来哦，要从嘴巴送进去了哦，哦，来，啊，一口，哦，有够爽的，哦，你爱薄油哈，无要给你点着哈，很爽，要镜头低一点哈、哦，非常好吃。白同学最近都操劳啊，无法度身体欠慢啊，啊所以补啊，很扎实哦。我来啉一下，阮新乡赞助茶语王，这御茶园呐、啊，哦御茶园呐、啊，嗯，哦真爽，无油哈、啊，它那个虾肉吼、哦，非常扎实，它不会那个怕怕，很结实啊。哎呀，啊，这只我就要慢慢享用了。感谢来收看这一次煮这个深海的这个虎斑虾。我们是深海大章鱼。哎，好了，再见啦。